这个就正常。对啊。可是你有手印。脚印啊！小心蜘蛛网旁边。厕所好像都大同小异。我怎么感觉有的还是在那边水？你看的保特瓶，对啊，还是新的。进来房就是觉得头脏脏。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我会听到。很明显啊。206有没有听到？有有有。
这边快速主义。长出香菇，想吃吗？不要。我感觉前面比较干净，然后后面就越来越脏了。行吗？有感觉。走。我看你感觉有怪。等到我们离山林飘越近了吗？不知道。是打扰了。干，我好像感觉被摸。继续看看。什么啊？我刚一开门的时候，我的手臂被人家摸了一下。摸怎样？就这样子。那，你自己看，我的手起鸡皮疙瘩。太可怕了。好久没这么刺激过了。可是为什么在这边掉一件衣服啊？我没有把关起来。嗯，我没有把关起来。关。我死了。可能到现在还没看到。说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就有声音。你刚刚有敲衣柜吗？没有。
头很长。不行，要说。不说了。我们是来探险的，不是看人家来野战的。辣椒酱啊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去吃早餐的时候，辣椒酱也是长那个样子啊，好吃。这应该是 VIP 包厢。去三外观看，只有二楼，还是下去看看。